有没有人现在还在痛，或是眼睛有问题的？我们找眼睛有没有人酸涩的，或是其他？好，现在眼睛是吗？好，那好，可以，我们做一下好了。我们现在讲头部，就头部再做一个给大家看。现在我的眼睛这一部分和我的颈椎这里都很痛。以前常常这样痛吗？一个月大概有两三次。一个月会有两三次？对。好，那这样持续已经多久了？大概有十多年。十多年了？对。是，你舌头我看一下好吗？好，这个肯定是寒的。好，那这个病容易治疗吗？大家好像听完就很有把握，应该轮大家来做，很容易，容易的给你们做，难的我再出手。好，那如果以24小时诊断来看，确实是容易的，它只是说它的寒性体质，按完还要温敷，懂得温敷，那整个情况就会改变。好，那它这个不是属于24小时，所以我同意大家的看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不会不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位患者哈，他现在除了眼睛局部都会痛，还有头会痛，还有整个颈椎，他颈椎是从这里痛，然后一路痛到肩膀，所以以原始点，这个头部原始点一定要按。那他因为还有颈椎痛，还有肩膀痛，我们再把他的颈椎也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的操作过程就是这样，我们先来按他的头部原始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三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这里痛吗？这里不会。这里呢？这里痛吗？这里，这里都不会痛啊。那这里痛吗？这里一点点。这里呢？这里就痛。好，这里呢？所以你的颈椎是痛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刚刚揉这一条比较不会痛嘛，它这里很痛，对不对？这一点比较痛哈。好，刚刚枕骨下缘它不痛，反而痛颈椎下面这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。哎，你头这一边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来，我再帮你头部按，枕骨按压下。这里疼吗？不会。这里也不疼。不疼。啊，这里疼吗？一点点。这里就一点点。嗯。啊，这里呢？痛。
这里痛。嗯。哦。啊，这里颈椎痛吗？痛。这里也痛。嗯。啊，这里痛吗？痛。也痛。嗯。是哈、哦。啊，这里呢？痛。啊？痛。也痛。他刚刚左边不痛，右边整条都在痛，而枕骨下也是现在按的地方比较痛，对吧？好，那我颈椎整个再帮他按一下。好，你头趴着，我枕骨再帮你加强一下。你刚刚这一点很痛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对。现在也痛嘛，哈。嗯。那、啊、这里痛吗？这边不是那么痛，就是真正痛在这一点、啊、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我看你肩膀这一点，我稍微帮你擦一下，这里痛吗？一点点。这里呢？一点点。这里也一点点。那、啊、这里呢？一点点。这里都一点，不会像上面那么痛嘛，哈、哦。那、啊、这里痛吗？不会。这里不会。好，这样我知道。好，我帮你舒缓一下。好，您这样起来。好，你现在做完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舒服了很多，然后困扰我十多年的就一次就比较轻松，就整个轻松了。是是。嗯。那头也松了吗？松了。眼睛呢？眼睛没有这样麻，就现在剩下是好像有一点，就这个部位而已。啊、哦。还有一点。之前是零。会到这个部位，那现在只是这个部位，还有一些，对，是是是，那你刚刚会流泪是为什么？感恩，没有，因为十多年来都没有办法医治，然后妈妈也是很辛苦带我去看医生，是，那你刚刚还有叙述说按完。刚刚心脏会跳很快，对，会跳很快，是，然后手就感觉到有点麻痹。是，那这个情形我可以回答你，因为你的上胸椎还有问题，我没有按下来，那里也是你的痛点，所以刚刚按的时候，因为会痛，筋绷紧，它原来上胸椎绷紧的地方就会进一步绷紧，你的心悸就会加速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这个也可以处理，好，那以后你就学了这一套，好，再努力，好，啊，大家来帮你按，好，这个有办法解决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张医师，感恩，不会。不会